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鞋底。我现在还是在这个惠州啊。今天的天气啊，非常的好啊。我呢，给你们介绍点我的老朋友们啊。是的，是的，这是 GoPro。我们看见跟大家啊很像。啊，我的这个 GoPro 呢，就属于这是 GoPro 12吧。它还能看到被拍的。外边是一个媒体壳，这是安了个灯，这边呢有个麦克风，所以说显得比较大啊。对对。好了，我们就直接开始介绍啊，一直开着机啊，你们没发现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永远啊，都是我是这个胖啊，子，现在是小林吧？小林，对对这个才是我的这个出镜子，这我是从来没有出过十二镜。啊，十二，这是子健啊，子健，子健啊，子健，然后这是子健的女朋友小林啊，然后我们镜头一转，帅哥美女啊，这是智勇。然后这是智勇，领导星星，哦，领导星星，这是我的男朋友，还我们新疆姑娘啊，好，来来来，来一起，好，来一起喝个茶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位，这是文正程序员，好，好来来，我们一块喝个茶，对，海边畅饮，啊，海边喝个茶，哎呀，我跟那个子健和智勇。我们都是七年没见，七年这样，忍不住了，七年了，我就看这一波了，对，十二，这条狗才1岁多啊，刚才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它就在家里拆，看着监控都害怕，那是，哦呦，你这个用肉条引诱它倒是它规矩了。我现在在忽悠我的这些小伙伴。你看，这就是杰克鱼粪标，全是鱼吧？哇，这么大，多少钱一条？这个？哇，可以吧？全是鱼。哎，这个很密密麻麻的。这就像看那种纪录片一样。真的？这个好大呀！这叫什么鱼啊？杰克粪豹。这就是一条5米长的大鲨鱼靠近我，我是根本不敢动。然后他最后差不多就已经是能撞上我的时候呢，我都伸手了，都快，哇！就他不会攻击人，他攻击人，他不攻击人。你看就这一刹那，他身上还贴着一个那个清洁工一样的东西，一样的。你生我梦。哎，没有，我一直说呢，像你们这几位，哎呀，钱都挣够了嘛，就开始玩嘛，都是年轻人嘛，要给大家灌输一种思想，尤其是我们智勇，对吧？这么年轻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么有为，对吧？成功人士，志勇出去玩吧，不要再挣钱了，是吧？不要再亏钱了。创什么业呀？是不是？这个十二不会说蹲下坐下那种的吗？会啊。你们练了吗？来来来来。这是军犬啊！十二坐坐坐坐坐。哎呦，转圈。哎呦哎呦，真可以！我操，哎，那只对喽，来转圈。哎呦，真棒！坐。它确实是比哈士奇聪明好多，还比金毛啊。我操，对了，转圈。十二，转圈。哈哈哈哈哈。好了，走，我们出去玩了。来，把绳子拿过来。哦，他知道他要出去玩了是吧？对，绳子，哎，对喽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嗯，快快快，要出去玩了，因为他已经好久没出去玩了，一天了。嗯，哎，好，这小狗，叫什么名字？十二，过来。哦，他好激动啊！这边啊，全是海滨公寓。来来来，我们出去集体遛狗。哦哟，你去沙滩上面玩，对，别让他哇，他等下去水里还可以丢下去洗一下。我们本来要游泳的，但是下午好像没出太阳。哎，其实生活中养条狗挺好玩的。啊，这一下听话多了，知道自己已经是，酸了链子了。哦，这太激动了！我要出门，是吧？他力气很大，这个。前面还有两个小朋友。啊。哦，还有两条狗是吧？要冲了！这是在拉屎还在尿尿啊？他
那他不用撑那一棵树吗？我你看跑了，我们到海边溜达溜达去，本来还想下海游泳啊，他们那边还有那个什么筏子呀什么的，但是现在天凉了。12慢一点，这是叫什么小径湾，前边那个什么十里什么十里银滩啊，我海岸啊，我前几天我就来过那边，就是那慧慧姐她，对，慧慧姐他们带我去过那儿。这样一说的话，惠州真的不错，有山有海有江有河啊，这沙滩也不错，这沙子也挺细腻的，这个沙子就是自古就在这儿的吗？那倒是挺好的，这么细腻的沙滩。水的话其实是也挺清澈的，看那个阳光了，现在确实冷啊，没人游泳了。哦，哎呀，这撒狗。哇，这狗好厉害啊，它刚才一下子就叼到了，就是没让这个飞盘落地。坐好。对对对，你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哎，往这个方向，往这个方向。对，看好了。哦。哎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十二，十二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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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坐，坐，坐下，坐下。来。哦，就是要逆风是吧？逆风慢一点是吧？好，看好了，小伙子。哎，看来我这扔飞盘的能力不行。哎，这个你这个太慢了，他都不知道在哪儿啊，这个。哎，哎，他能接到了，哎，这个接到，哇，成功！啊，他感觉他接到以后好牛逼，好臭屁，哇，直接进海了他。完了完了，不能靠近了。哇，这狗是不怕海水啊！哦，不行，它靠近的话抖两下我裤子就完了。十二已经不想玩了，根本就不会放下盘子了。你看，它走了，它退场了，退场了，玩了玩了，让它玩累了。他不会因为自己累了他就不去。不不不，我感觉他是真累了。对对，我只知道你拿了飞盘我就要跑。对，因为他马犬的性格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能用兴奋度压制自己的疲惫。这个有点意思吧，举报偷渡行为最高奖励50000，这还有人偷渡到这边吗？这个这太阳也快落山了，今天主打一个休闲，明天啊子健开车把我送到惠阳高铁站，我再去长沙，那边我们的共同的朋友，也是七八年没见的，过来接我。子健在这边弄了一台宋啊，比亚迪的这个电车，插混，然后就是加油加充电嘛。我们今天晚上几个人去吃客家菜，海鲜是真的吃不动了。我吃海鲜浑身应该都起这个痘痘了。手上这个痘痘，这一个，然后这一个，然后这个时候还有，哎呀，真的，内地人扛不住啊。说是晚上吃这个叫什么喜满楼，客家菜啊，这馆子搞得蛮有特色的。哎，只有那么多道了。哎呀，这天天吃好喝好也是个事儿啊，压力大呀。因为我其实真的很想就吃个。吃个红薯啊，红薯稀饭什么的。有两个。这可不是在倒茶啊，这是在洗盘子。哎，筷子没拆啊。哎，拆一下筷子没刷。得把筷子涮一下。这算是当地特色。嗯，这叫什么汤？五指毛桃龙骨是吗？这个是吗？那个草是啥东西？五指。对对对，你们各家领导先喝。我就不用管了，我直接就喝了。哎呀。这单身的好处啊，让领导先喝。这真的就是一种草一样的这个。这边吃饭真很有意思啊，鲜活汤，自己先吧。这个水库里的鱼吗？
哎呀，这个有滋有味啊，这个，是吧？前几天吃的有点清淡呢。吃饭吃饭。哦，好像还没有完全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忘了。这在座的这几位啊，等一会儿吃完再说啊。现在开直播是吗？没有，要介绍阿海。对啊。他这个好，成为那个成为百万网红的重点推荐。没有，他们俩还关注了我，看了一些视频。我是真粉丝。对啊。鞋底。这位是阿海啊，阿海啊，阿海是正儿八经的看了我不少视频啊。子健啊，忠实粉丝，从2019年出新疆开始，老粉丝到现在。然后这是小林，好了，这已经是志勇和他女朋友，感谢啊。这一位，新粉文正和他的老婆，正宗潮汕人，对啊，这正宗潮汕人啊，潮汕人，这是炒猪肉吗？辣椒炒。哎呦，有点像火锅肉。可以的，哎，他们这边猪肉也挺好吃。客家菜啊，客家菜。你看，就像这样子，哎呦，机会，我们刚合了个影。感谢你俩的关注啊，对，就他们的同事也关注了一下我，所以一块儿晚上吃个饭。走吧，哎，要志勇，要不还是回那个，到那我们就聊会儿天嘛，反正。对呀、啊，我们。通宵聊，对，昨天聊了好久啊，因为昨天就是慧慧姐嘛，然后叫了一个那个顺风车，哎，国内的顺风车这好方便啊，就从那个惠州把我就送到了这个海边这边，然后就聊聊天，因为好多年确实没见了，应该是7年多前，自从北京分开，然后我们这些人呢，确实是各奔东西南北。都没有留在北京，知道吧？学习啊！来，现场直播。学习啊，太多了。对。你看。学习啊，你脱。天气冷了。来一个。这。你别来了。你来一个。这是在哪里？对，前面有个棉袄，后面有个棉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帮助他。好，行。啊，这边是这样子，这边不像城区，这边晚上降温比较多。这边是山脚下嘛，对啊。好，拜拜啊，文珍，好，拜拜，好，谢谢关注啊，持续关注，好，行，开门。哎，他今天还可以啊。没有，你看他耳朵趴着，他怕被揍。现在没有，今天没有，就是这次没有。早上的数据是直接把家都快拆的差不多了。哎呦，12。哎呦，开始了，他又开始好兴奋。哦，但每个人要打个招呼了。我能瞪得住吗？瞪得住。好，好。哇，他现在锻炼他咬东西不要松口。他已经耗哦。就是啊，他已经耗了我们两三个人了体能了。他不松，在这就玩玩具。他就一直瞪。好厉害！加油！嘿！加油！哎呦，再把门关上。12，他就是一条小狗，1岁多，精力真的无限的。哎呀，这两天就舒服的躺在这儿，衣服也洗干净了，明天草撒。